善动脑子的人。嗯，好了，现在比赛，朱世赫也差不多，前两分都丢。那么以前对比赛的时间是有规定，因为一般的很少超过15分钟一局。广东宝马是秦志坚的发球。和朱世赫的比赛呢，都是节奏打得比较快，对，回合不多，对，回合多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来停止眼放短的，对，领先或者是咬紧，快拉就很被动，清楚，就是他能够和马林对拉。那真是比赛，恐怕有9场都是对进攻的。放短的，或者说你的箭呢，总是刺到棉花上一样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就是到尾段的时候，朱志哥都发球都是。消去这个练习的。比例可能比较少，基本这个练的比较少。你说这个有时候你看接球，但是如果不是这个乒超联赛引进了像朱世赫，国内最好的消球选手应该说是侯英超了。给自己这份茧呢，加到那个陈志坚，这个那边说明这个运动员这个体育道德风尚还是很高的，有大将风度。对呀、陈志坚算是，他也是有一次在接受我们的访问的时候也说这个。有更好的发挥。对，好，现在不是说最流行的打法啊。对，要打，因为它已经形成了固定下来一个动作了。好，这个站出来打的。现在是5-8，秦志坚落后。这是有千斤重，那么秦志坚但是拉不起来。现在又蹲下来，对的，好球。然后在朱世赫有局点，10-6。啊，这个位置听不见啊。是啊。两分球啊，这无谓失误还是比较多。还有啊。下一场他就不能做教练，要打双打。好，球板的魅力，看这首场赢的话、必须扳回这一局，否则就3-0。对呀、好，这无谓失误也减少了。好，现在朱世赫又开始削，假转，哎，他这个不是全在打。对，我也变。对，再来，还有，越来越下旋。对，再旋。好，找到路子。嗯，通的话真是一通百通。你说看来这个是，对呀、很聪明的球员。对，就加力拉一个，就搓一下。停止点发球。哎，这球失误的吗？有擦边过，转擦网转了。相当转这个球。再换落点，短的，哎，有不同性能的球。好，滚网过来，哎，这2分，但是现在是朱世赫的发球，加力，好，好，现在双方的第四局好了。如果是秦志坚再赢的话，双方要打第3局，这个进攻的比较好，他要让秦志坚不能轻轻松松站那拉。还有，朱世赫的发球了，这点没掌握，出界了。错，就看谁变得好啊。但现在还不先要不要想双打的是这一局。对，8-2。这一分，我们看秦志坚打的质量怎么样？对，很赚了、啊，哇，这个旋转性更强了。
对呀、啊，就说这个，所以我看这个这局、啊，对，尽人事啊，在努力的追回来，好，这球又来个运气球，对。